我看到这个就很熟悉了，这个我们马来西亚也有，这个是不是很多 Hokkien 的特色？是不是？哦，真的跟我们那边福建人吃的东西很像啊！马来西亚福建人一定要来厦门看一下，叫什么？蒜蓉鸡，要不要吃一下？我买一包了。哇，咸甜咸甜又带有蒜的香味，你送我的吗？送你的。太热情了，我自己拿吧。如果你送我的话，很便宜。你看我这么多，多少钱？你猜猜看，100多吧，63块钱。啊，这么多才63块，这么划算还不赶紧收藏？沙茶呢？那其实是印尼华侨，他把这个沙爹沙茶酱带回来，沙茶辣带回来，对，所以就叫沙茶面。那我们沙茶面是这样点的哦，就是它有很多很多料，你可以自己选要加什么加什么。我们叫追米啊，我们叫水面。